话说这开封府内有一奇物，名唤阴阳镜，得之便可通阴阳，诸事如愿。近日此宝物竟不翼而飞。何人报案？包大人，府内丢失阴阳镜，已寻得证据，就是白玉堂所为。带犯人。大人，我冤枉，我有不在场证据。案发当天我与吴蜀在一起。我有异议，案发当天人家都去洗澡了，你一姑娘也去了。能不能尊重一下，我是女扮男装。哎，拜托，观众都能看出来，何必掩饰呢？肃静，斩护卫，既然你指控白玉堂为窃贼，证据何在？证据就在这个盒子里。哼，地面干净整洁，没有脚印。那是因为他轻功高绝。门锁完整，没有被撬动的痕迹。因为他有丰富的开锁经验。你以为你机关算尽，天衣无缝，可是你遗漏了一样，你的披肩掉毛。包大人，此物便是在现场搜集到的毛，与白玉堂披风上的毛一致。王超马汉，狗头铡伺候。包大人，王超马汉没有模型，而且阴阳镜已经找到了。带犯人。本君不就是想用它变出点紫霜云翅，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